谢谢米索，欧米索，今天第十关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觉得你们两个都进步非常多，都很好。你中间那段舞蹈是谁教你的？自己学的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哇 ，OK， 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觉得你们两位今天都很棒。那我今天第十关呢，我有点舍不得，我觉得看能不能再比一次。哎呦，那我们赶快请吴浩哲老师讲评。米索，你这首歌唱的很到位哦，以你这个年纪哦，唱这样的快靠，我觉得不会过于油调，也不会。然后但是呢，又抓到那个这首歌的精神，我就觉得你很厉害。尤其是像刚小鱼儿唱的是他的柔软度很棒，你这首歌又跳得很硬，够硬，因为你是跳机械舞那个感觉，所以你又够硬，一个够软，一个够硬，我觉得难分秋色啊。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为难我了。米索，你今天有一个地方是让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你中间那一段 solo， 然后跟你最后唱的这我唔惊困难对贫穷，那个表情啊，那个唱歌的那个声音啊，我觉得会疗愈所有看这个电视节目的人，因为给大家一种力量，就是说不怕困难，真的，你有把那感觉唱出来。